李淳建德三去啊，啊，他在船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作业好了，哦，就已经真空好了，所以新鲜度你真的不用怀疑了。哎，我一边问村哈，对，十秒起来。哎，你吃红条的开两千块啊，都来三百块钱。听到啦，行个听到红条，我看两千应该袂意外啦，来啦四百块钱啦。你也先来把钱仔顶一下油，来这样买一块，等于先等于买等于红条都得。来一千块，一千块来啦，免两千块来，一千块。也是阮好朋友咧用钱啊，你真正拢白费。你四百是两千块的物件，我买二千的，一只上我大袋卖你咯。今天不啰嗦，直接来了，来这一次再带回来。来一千块了，成交。来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喂，喂，几个妹啊？这个王表的呀，漂亮不？都是聊的啦。对呀。好，把佮今日个龟跑好，互你爽一下。而且红条正经袂人咧话吼，来一千几个咩啊？两个吗？五百啊你 ，Hello， 红条的五百一千个哦，啊，一百剩两百，你当个海鸡尾去哦？真正大尾，就是莫吃过，啊，开袂好伊啊。卖价不要吃蓝牛啊，都来吃。杀好的，杀好的，全都帮你杀。价全部两百块，可怜哦。一千块，吃的都不再少啊，赶紧公开看看呗。来一千块，几个买？两个。没有，对吧？要哪家？要哪家？可怜，哪家一千块呗？来，最后四个人，安条一千块，都跟我备点啊！我来，有没有可能机会把钱给我发？加修改得了，来一千块来弄一弄。来过一千，五过一千，就已经作秀啊！来去，哦，你欢喜来，拢开好啊，真正方便，真正好吃。来一千块，最后三位了，对了哦，红条，六位，对了哦，好，谢谢啦，阿彪你交本钱了，啊，你要吃啥我都能讲，哦，来对上，铁路猪排了啊，来铁路猪排叫吧。来铁路猪排啊！来铁路猪排，刚才谁买的？来，不好意思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铁路猪排，这几位好，来这边的朋友，来铁路猪排，来刚才有买的，来这边这边，来这几位铁路猪排小妹，好，这边的朋友，开始开始来，来啊龙虾沙拉来，啊你们要吃什么要直接讲哦，不要窝在心里哈，来龙虾沙拉来，对，对啊，哇，龙虾是最好吃小妹，对啊。哦，来，五位进来，来，直接打开解冻，哦，沾着面包，哦，沾着沙拉吃就好吃了。来，冷包也三包，五位进来，连进冷包的，来三包，后来龙虾沙拉，没有了啦，这是最后一箱的啦，一要不龙虾沙拉，毒药都归你了。